都去。让开！让开！大哥，我打上了！哎呦！哎，不是，大姐，你怎么骑的车啊？对不起，我第一次骑车，不太熟练。第一次？你这个受伤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来，谢谢啊。走。哎，医生说了，你留院观察一下，没什么问题就可以走了。谢谢你啊，我撞坏你的车，你还送我来医院。嘿，没事。哎，你有人照顾吗？嗯，我爸马上来了。那行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就先走了。以后骑车注意点。洋洋，爸，你怎么来了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能不来吗？啊？对不起啊，爸。行了，你就说让你怀孕那个男的是谁。爸，你就别管了。是谁？他走了。是不是绿衣服牛仔裤那男的？嗯，撒手撒手撒手！我警告你，以后不要再来纠缠我。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你怎么知道爸？好了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交给我，我去找他。爸，你去哪儿找啊？爸，你干嘛？我是杨洋的父亲。杨洋的父亲？我爸马上来了。哎呀，叔叔您来挺快啊，我不快点你不走了吧？啊，我知道了，您是想当面感谢我一下。哎，没事，不需要的，我们做好事不留名的啊。好事？你管这个叫做好事？嗯，我跟您闺女萍水相逢，出事了我没有丢下她，把她送到医院里，我觉得我这好事做得很到位啊。萍水相逢？呸！出了事就装作不认识我女儿了是吧？你想装你装？不是，我本来就不认识你女儿，再说了今天这事就是个意外，所以你不打算负责了是吧？我负什么责任啊？您归你全责。臭小子，我今天不当你。哎，哥，你疯了？你知道吧？那杨洋是我的掌上明珠啊，你就不知道采取的安全措施了？安全措施？我带了呀。那是你女儿的问题，她第一次骑没经验。臭小子，你满口污言秽语，我打死你！别别别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是不是想讹我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事全是你女儿一手造成的，不信啊咱调监控。你还录像了？你个臭流氓！停，不是录像，那路口有摄像头，全拍下来了。路口？是啊，不然在哪？难不成在家吗？我打死你这个畜生！停，大爷，您是不是有病啊？您到底要干什么？你今天必须负责。我都已经把他送到医院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要和我姑娘结婚？结婚啊？这么突然的吗？不是，虽然你闺女长得还可以，但是您要留点时间给我们了解一下嘛。她都已经怀孕了，你还想怎么了解？怀孕了啊？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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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老小子，你可真够歹毒的！我说今天你怎么都不让我走，我就撞了他一下，你就想让我当接盘侠？就撞了一下？嗯，臭小子，你今天要不把我女儿娶了，我要你的命了！哎，你别完没完没了了啊！哎，站着，别追了！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